要孩子第五天，今天我媳妇想吃点缺缺肠，我陪她一起吃。媳妇，嗯，我有点累了。咋了？我有点累。咋还累了呢？主要是我天天得不到补品的进补，我身体我怕有一天我垮了。你这天你想吃啥吧？我想吃生蚝，我想吃腰子，嗯，我想吃大葱，然后还想喝汤。嗯，你这表现明显是你肾有毛病。我想吃韭菜。肾有毛病了，那咱上医院看看吧。那都不是，主要是我天天耕地。我也是很辛苦的。你干嘛？你还想让牛儿耕地，还不给牛儿吃草？我问你大哥嘛。这样不对，知道吗？你得犒劳犒劳我，你得给我整点糖，给我整点韭菜。行，没问题，我给你整个十全大补汤。真的吗？嗯，我等你。甲鱼，是六味地黄丸。说到做到啊。嗯，还好热，但是好香啊。我很幸福。